唔經唔覺，奧尼卡美能特嘅綠色音樂會已經舉行到第三屆啦。今年仲邀請咗堂兄妹做活動大使添，而喺啟動禮當日亦都得到各界朋友嘅支持。不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大家點樣為慈善、環保同音樂出一分力啊！奧尼卡美能特綠色音樂會一連九日以原地踩單車同埋蛙艇形式發電，將儲得嘅電力用喺奧尼卡美能特綠色音樂會上邊。嘉賓都落力踩單車啦，或者落力蛙艇嘅同時咧，其實咧個 podium 咧個音樂會日子都慢慢升起啦。咁最後咧音樂盆栽咧都慢慢轉動啦，代表住咧大家凝聚力量啦，結合環保啦、慈善、運動同埋音樂咧四大元素噶。Hello， Wobby 你好。你好。其實今次咧點解會第三年去舉辦呢個活動嘅？因為呢一個活動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呢一個活動咧就有四個元素係擺入去嘅，包括咧就係音樂啦。運動啦、慈善啦，同埋環保嘅。今年大會增設咗蛙艇形式發電，鼓勵大家珍惜用電。而今次嘅儲電大行動所籌得嘅善款，係會幫助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以及協康會。而喺記者會上，大會就邀請咗蘇華偉到場支持，而堂兄妹亦都係席間唱出佢哋嘅新歌《地球應援團》，藉以宣揚環保嘅信息。爱地球，由心出发，干不得。由奥尼卡美能达主办嘅绿色音乐会已经喺11月24日喺九龙湾展贸中心举行。当日出席音乐会，除咗有奥尼卡美能达董事长石桥游九，仲邀请到梁家杰议员同埋香港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世明先生担任主礼嘉宾。今次嘅活动除了响应环保，更加是为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同埋协康会筹款。为了答谢一众企业同埋团体的参与，大会颁发多个奖项作为鼓励。今年演唱会邀请了一众歌手献唱，你真的相信这，之后仲请埋观众上台跳骑马舞，现场气氛非常高涨。最后，奥尼卡美能达市场推广、销售及技术服务董事叶卓雄为表演的观众送上精美礼物，等大家都尽兴而归。